就那么这两天十字要塞你们玩耍，我感觉这图的钢枪节奏可能是目前所有环境里节奏最快的了，练枪练身法千万没错过。再看看其他地图，第一个就是图书馆啊，之前看有兄弟称它为少年专属图啊，那喜欢玩这个图的兄弟，我猜你们年龄应该都不大。其实就经典团境仓库啊，各路对头打神的最啊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平时喜欢玩这个图的啊，不战神就战神，没错，说的就是屏幕前你。再然后就是站点小镇啊，相比仓库这个地形就更复杂一些，我感觉受众群体也应该是最大的，也就是十几到几十岁的人群，他直接通吃。遗迹的话，感觉有很多玩狙的高手喜欢来这里打瞬狙啊。狙击环境这幅图呢，相对就比较冷门了，应该就是有时候大家想练一下狙啊，会来这里玩两把。不玩狙的兄弟啊，这个图说不准他还没下载呢。突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这个图的玩家啊，应该是和平里最年轻的一代选手，充满活力，充满朝气啊！哎，时不时研究一些身法跑酷，把对面戏耍的团团转啊，说不准就屏幕前你。超体团建感觉都不用提了吧，超体玩家练手的最佳地啊！当然最新鲜的还是十字要塞啊！喜欢钢枪的兄弟，仓库和小镇咱们先放一放，在这里打起来感觉就是要玩主题海岛。如果经典钢枪打不过啊，不妨来这找找手感啊！不管是横拉秒针还是超枪拜佛、闪神枪等等都可以用，这样主题区风格的建模，你的手会热很快，知道吧？